嗨，各位，我是 Bump， 看看这什么东西，来哦，往上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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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这是我的 ATM Baby 2夏木兰里，大家还记得他吗？我先跟你们讲一下啊、是你们自己叫我要来跟他合作的，你们先不要打小报告，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是同一阵线，你们如果打小报告的话，我就把你们拖下水。我们现在同一阵线，好吗？说好了，就这样哦。今天我就要用我们的 ATM Baby 来满足我强烈的欲望。不要误会，我对于他，我只在乎钱、爱情、感情、信念、灵魂，通通都是浮云。翻译，帮我跟他说一下，等一下我就是要带他开开心心的去逛街、吃饭，我们今天就很开心，玩游戏什么的。帮我先跟他讲。耶、，Happy， 耶、，OK， 那我们就走吧，走喽，走喽。木瓜，芒果 ，OK， 等我一下。看完的时候不要乱丢哦。没了，钱，兄弟，来，我们这个姿势不要乱丢垃圾，把垃圾都收起好。来，小哥哥，刚卖红白，我们已经赚了好几千了。呜呼！不是我那个。长大了，是个大人。那个心机婊 ，Beat， 他的个性都会躲在那个厕所。哎呀呀，你是？对，就这个，好，不然我也转一个，哇，刚打母机器人，错哎，这个没有要抽出去的意思啊。观众会不会看到现在还不知道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商城，这应该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钱，你要哪一个？你不要他了。哇！太扯了吧？为什么拍片遇到我？我们现在没有在拍片，我们现在在约会。在干嘛？记录我的约会啊，夏木兰里啊。啊，我现在跟一个大胡子约会，然后你跟夏木兰里约会。对啊。这落差太大了吧？哎，你那个半频道80万应该分我一点钱。拜拜拜拜。我说，看到这好像真的很好吃的。早有准备，不可贴心的，对，这就是最抗寒的那一种。不然我有什么其他目的吗？我就体贴而已啊 ，OK 吧？这就不冷了，对啊，是不是温暖很多？三件组赶快入店参观选购。这个不要了，不要。为什么没有？哎。他这个是不会动的，想坑我们呢，没那么容易。等一下，那个便宜一点跟你买哦，100，对吧？哦，赚！真的。这是我们的身高，请多大家鼓励哦。厉害，看，我就是体贴。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啊！等我一下，我买个东西。我的充电线坏掉，充电坏掉。等我一下，帮我拆开，我多摸一点，给它一点温暖。大家在这边吗？
本来我是自己要用，但是我现在突然觉得拿来赚钱了。钱。不嘛。没事。喜欢哪一个？你喜欢这个，他喜欢白的，我们就买黑的。他先穿，晚上他脱给我们。哦。那这个先脱掉，不过我现在讲怪。穿回原本的啊，对，穿回原本的衣服。啊！不，不要穿，不要，不，不是不要穿，不要穿，是等我一下，你要帮我穿这个，对，帮我穿着这个，要穿着一天。那就换好了。这应该算100。好好好。4000。卢比吗？硬要。哎，这是你的礼物。台湾现在很冷。买的衣服还要带回去。真的不是我的事。好快啊。快走OK， 耶、yeah ！好了，也不能一整天，我只看到钱。那个就让他吃一半。对啊。我还想不到这件事情，但是你说的对。是吗？是。懂了吗？可以了。对了，不错嘛，懂得赚钱，通常是跟了我好几年。有喜欢的吗？喜欢这个。这个做的是比较明显。他听不懂中文的，他是俄罗斯。他没有讲错，日本。喜欢这个，那他嘞？不要，他就是给他一个 kiss goodbye。哇哇，还有口红印啊！来，放进来。Goodbye。你要吗？因为我会给你的，我只要钱。啊，肉都可以，在钱的面前谁都没有用，钱就是我的上帝，钱才是真理，苍天已死，金钱当道。没错，说得太好。有没有想象？没有，说得好。成熟的女人就是要这样。哎，要不要印印看这个？它可以印你想要印的东西。这个怎么印的？刀给我印一下，我就可以直接印了。要印什么？拍他，帮我拍一张。可以啊，拍他这样。OK。明天的一切都值得了，这个起码好几万块，但就穿这样子，而我天生不怕死。什么什么？这个我们都不用吃了，都给他就可以了，这个很赚。你先吃这个，这是最好吃的，来带着给我，带着给我。好赚，你开心，我开心，大家都开心，不是吧？好了，这里够了，这里起码也有一笔啊。啊？怎么了吗？干什么？不要被发现。不会被发现。他用我的杯子干。钱。等下去跟柜台买一下好了。为了钱。那你可以赚很多钱。
那边都是钱，不要小看自己，知道吗？哇，有签名哦，来，哇 ，OK， 钱，哦，哒哒，钱。哦，可以，钱，哇，哇，钱，哇 ，OK， 这个没有卖的意思。今天都下什么？好，还是卖掉好了。就换个衣服，哎，耶、yeah, ，OK 啦、啊。好多钱！哦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钱，钱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们可以去夜店了，拜拜，你们笑。啊啊，这个日本人真的是厉害哇！真的让我啊休息了三天三夜，才有办法住在这边排队啊。啊 ，OK， 这次不是收集很多原味的商品吗？现在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们到底原味商品怎么卖。我这个人呢，就体贴，就想让你们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，让每个收藏家都有可以得到的机会。所以呢，我特别把全部的东西放在了奇摩的竞标商城。首先，夏目安梨筷子组，哎，你是两支两千哦？对啊。你是不会做这个？不要这样。一支两千，两支四千，再把它对切变四支八千。这个要调整一下，好，就一双两千好了，就当回馈啊。这是竞标，所以到时候会标到怎么样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他吃过的哦，上面有他 DNA， 你想用这个 DNA 去复制另一个香味出来关在地窖是可以的哦。真假的？这个是多么有价值的东西，我们只卖两千块，所以一些收藏家可以稍微准备一下。那当然，如果你约两千块的话，那更便宜的选择。杯子千五也是有他 DNA 哦，这也是可以复制一个香味出来。那最重要的快车肉干，我亲自为他吃过，他吃了一半，我们已经密封。保存，我们可以亲自去尝到跟他间接接吻的滋味，所以这个基本上还可以吃，是吧？我们只卖三千，我们是不是很薄？那剩下的就是一些什么扭蛋啊，300块，他的玩偶1500啊，签名照啊什么的。鞋子本来成本就已经2000多，起标只要4000，那鞋子是破码牌的，就是破码牌的。我会不会搞？我觉得很有可能。大小我记得是2.3半，对，你看。我自己 ATM Baby Tube 我就记得，我这个人就体贴，所以我才办法有那么多 ATM Baby， 以后再让你知道还有谁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脚太大了，不适合的，你就不一定要标了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收藏或是你要用手穿的话，那也可以啊。戴的手套、史迪奇帽子什么的。哦，客制化 T 恤，这个是我亲自帮他拍照修图，他有穿过，他也签了名，还亲吻，起标价也才3000呢，这个我觉得蛮值得的。对，我都想买，但我已经有一件，所以不用。哎，他有在我那件上亲亲吗？昨天不是。我敢不要讲出。哈哈哈哈哈哈，那你不要讲什么，怎么听怎样。充电线他亲自帮我拆的，我要自己用的，但是因为我现在盈利也没过，广告虽然过但盈利还是没有下，不知道我可以撑到什么时候。那都没有钱了，充什么电，所以这东西还是打算就卖掉，卖500块而已。那是不是偷了一件他的衣服吗？这一件、哦、起标价5000，他穿了好几年，有他身上好几年才留下来的 DNA 的味道，有他使用过这么多年的痕迹。我只问竞标就看你最后卖的那个多少，然后就这样了，剩下也没什么了。你们应该会觉得很奇怪，那天我不是有在服饰店买了一个黑色的毛衣给他吗？穿了一个晚上，后来脱掉换成客制化的 T 恤。哎，那个黑色毛衣呢？那个毛衣怎么不见了？那个毛衣呢？那个黑色毛衣怎么不见了？不会的，好棒棒。去竞标，给我钱！订阅我。哦，对了，我就跟你们说一件事情。2月1号的时候是夏目安梨的生日会，然后我会去。那如果你们要报名参加的话，我可以把网址留在影片说明跟置顶留言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那这次要参加是要钱的，兄弟们可以准备一些礼物，那你可以把礼物交给我，那我会帮你转交给夏目安梨，对吧？我一定会转交的嘛，我这个人这么正直，我怎么可能会私吞你们礼物呢？对不对？就这样喽，大家自己准备一下吧，拜拜。